這個呢是 RMK 新出的秋冬系列，是限量的，它和一個 fashion 牌子是去做合作的，雖然它都是顏色，但是設計會有不同的。咁咧呢一個咧就係呢個新出嘅指甲油啦，咁亦都有唇膏啦，同埋眼影。咁因為唇膏同眼影冇乜太個特別啊，除咗啲色唔同之外，咁所以咧我就會主力係集中去講下呢一個咁特別設計嘅物體啦。咁佢係咩咧？嗱，呢個係唇彩嚟嘅。咁咧呢一個設計咧，你打開啦，因為其實你見到係正方柱體啦。咁之後你打開咧，見到有後邊有個鎖啦。咁之後咧，再揭開咧，佢有個位俾你揭開嘅。咁你揭開咧，就會見到一個鏡啦，同埋咧兩個顏色嘅胭脂。咁呢一個系列咧係限量嘅。咁佢胭脂咧，同埋個眼影咧，個設計咧都係呢個包裝嚟嘅。咁你見到資料圖片啦，咁佢眼影咧同一個設計啦。咁你見到係咁樣咧，有鏡啊，有鎖啊。咁咧佢呢個眼影咧就會有五款。咁你見到都係一啲特別色嚟嘅。咁而因為呢一個無論係眼影啦、胭脂等等嘅系列啦，都係限量嘅，所以過咗季就冇噶啦。咁所以如果你中意呢個設計同埋呢啲顏色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落坑下試一試。咁而呢一個限量版嘅指甲油咧，我而家收到呢個啡色啦，即係圖片中嘅第一款啦。咁你見到同系列咧都係有五隻嘅，都係一啲比較 sharp 啲嘅顏色嚟啦。咁個包裝係同平時嘅指甲油唔一樣嘅。咁而呢個咧就係咧限量嘅胭脂組合啦。咁我而家手上邊呢個咧就係下邊嘅呢個顏色啦，係雙色嘅，係比較偏橙少少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健康膚色嘅，可以用呢一款啦。咁另外咧同系列嘅另一款咧就係偏粉啲嘅。所以如果你中你啲膚色比較白切啲啦，你中意 pink 啲嘅話咧，就可以選入呢一隻啦。